全军出击。吾虽浪迹天涯，却未迷失本心。别老蓝百万了，我们是低保玩家，戳你的刀，中锋一级跟他打其实没什么问题，平 A 戳一刀，中锋走位不错呀，戳一刀平 A， 平 A 接戳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中锋。回首往昔，我一过来，一过来戳一刀，塔下杀吧，点烟戳一，平 A 闪现走，回血。等于零。哎，我舌头好痛。我将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结。谢谢永恒。这可能不是孩童的故事而已，真是大错特错。这下你打不过落手了，为什么呀？我戳你一刀，爬着到我旁边了，爬着来我身边。我一扣耳链一走一回来，一扣耳链 A 刀一走一回来，再一走再一回来再一回来 A 接戳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一扣耳链突出一个潇洒。风没什么大，中风我一走戳一刀，这些兵我一个都没收着，我很气，给我下当了。潘森是中单吧？嗯，是中单。早说呀，那潘森来了。这个故事还没有。嗯，没戳到，换路了。那不完了吗？那欧欧打我们可太好打了。中锋，别跟他打，别跟他打，这可受不了。事不过，太吓人了。我这也不让人活呀，哇，这玩意儿能打赢实在是太痛了，没法玩呢、啊。
不过也行吧，其实挺好。他们拿他们家的下等马换上等马，我们上等马对上等马，下等马对上等马，不是下等马对下等马，相当于俺们就是也不亏，知道吧？我跟着上等马打，他们下等马打下等马，只要下等马不死，对面的下等马就起不来，对面下等马起不来，我们就还能赢，问题不大。我戳你一下，我一上来再戳一刀，平 A 一 Q 耳链倒点盐，平 A， 我戳一刀 G A 瞎大，看到吗？这波他敢把 Q 给用了，我们就杀他。他这没有红怒，这英雄不是那么很厉害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潘森百分之百要跳大，百分之一百。往后点啊，有小兵，问题不大。就他如果是个正常人类，一口耳裂，平 A 接中锋翻身闪现走，给我开盾，别流死啊！可恶啊！这把下来动攻啊！问什么攻盾攻？绿叉不行啊，还是得这样式。先出那什么啊？先出那个减治疗那玩意儿了。谁知道那落手怎么跑过来的？谁到了？仁义道德，但是别出招。快跑！潘神来了，还在这塔下回城。这波我也不敢动啊，我动了我就感觉我要死。骇客跟他不屈之枪过来了，我戳你一下，我再戳你一下，我动风溜了溜了溜了。一口耳裂，一过来打不了，说一下没办法，那闪现宰我。哎呀，好难啊！我等了那么长时间，他还是过来了。谢谢猴哥，我想玩亚索。套点盐没？刚才有点盐的吧，是吧？潘森无敌了，那倒不至于无敌吧，兄弟。无非就是交了个闪，把我杀了呗。跟我打，你这波有技能吗？你跟我打。你没有技能怎么打呢，兄弟？一没点烟，二没大招。还有一秒复活，不用着急，这层塔皮吃完我们回家。我说停停啊，我不打了。我
的老天爷，快点给他踢走吧。还好还好还好，我们把他兵线清了，这潘森就不能再追那蛤子了，知道吧？等他把技能用了的来，一出耳链，行呗，一出耳链，一出中风接大招，拖 A W A 拖 A E 平 A A 接拖接 A 一过来接中风，他怎么好像交了疾跑了？交疾跑了！哇，真难玩儿！那落手怎么老来上路干克啊？俺们家的吸血鬼是下下等马呀，先来个暴击，然后等个吸血，就都妈的等一等，点炎我已经没用了，潘森复活的时间我们可以应该把上塔给他拔了，跟我打兄弟，没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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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老刘养了头老牛，这个骆手我记得去中路之前是023吧，我已经把上等马打成下等马了，你们怎么把下等马养成上等马了呢？太可怕了，在这等着去，中风接大招，戳一刀先打红，再戳 A E A， 中风，打一下，家伙，不去了。艾克刚才可连大都没有啊，杀那吸血鬼还能越场杀，中风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他血怒消失了，他疾跑有点吓人呢、啊。
我们一打三，这把的，这把得做好一打三的准备。一出耳电平 A， 平 A 接中风呀，这个没中风，点烟戳一刀，一上来戳一刀，一上来平 A 一走，回血呀。不知道刚才能不能点烟点死？哎，这个风为什么会从他裤裆底下穿过去了呀？这是因为什么呀？这你得问裤裆，裤裆也不告诉我，我能怎么办？下路来一波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三打三，怕啥呀？给我上！中风，我接大招，戳 A。平 A 接戳 A E， 躲我当下，艾莫打工人，伤害我们扛。你们打我推中，中塔很重要，中塔一定得推掉啊。中风。落手有东西吗？没东西。可血战斧落手有什么东西呢？你在干什么？啊！不上啊！这波一定不能到，这轮着妈干啥来了？中风给我！中风接大招，一 Q 一过来 A 戳一走，戳一刀，打个红 buff。无法无尽，回家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30秒动工，一出耳电一过来 AW 说啊，好痛啊！这就是没动工，你知道吧？好痛啊！区区还是太高了，把我秒掉了。
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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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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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们不要。太脆了，随便每个人撇几个技能俺们就死了。为什么还会有蛤子把我杀了呢？蛤子的红棒子把我烫死了。蟹手啊，请注意蟹手的图标。大龙打掉了，应该就好打一点了啊！一颗耳链，平 A W A 接拖，接中风呀！这没死，他居然被那啥了，被定住了，啊！小龙拿了，中风。虽然我们死了啊，但是应该也能打赢，毕竟金克斯也是有区区的啊，而且金克斯已经嘎得赖。给下当了，出个蓝盾吧。出个春哥吧。果然啊，我就发现俺们就一死啊，这游戏基本上就是结束。就无论那 ADC 拿了多少个人头，也是个 five， 也打不过。几个人啊？且随疾风前行，身后一曲流星。来中啊，这都怎么死的？先帮他打落手吧。刚才那个 W 挡的不好，我没有把那个小绿人的打那个大招给他挡掉，哎呀，其实挺难受的，挺菜的。
没太玩好。太狼了，我没狼啊，人家瞎的人抓了 ，AD 在这边呢，我本来我能瞅，俺们家辅助跟中单不动了，那怎么是能是我狼了呢？那跟我有啥关系啊？那瞎子不被抓我能过去吗？那 AD 不被拉我能过去吗？那跟我有啥关系？你说，死就死了呗，我连个屁都没放，又他妈开始是我狼，你说。能不能说点正经的东西？现在其实可以等装备啊。别老指挥我，我知道这把怎么玩。那落手一个人啊，是根本打不过我们的，主要就是每回人有点多。老带呢，把小龙打了去吧。能抢一个不？差一点点啊，把小龙打了。最后出点春哥就行了。我在的时候呢，不敢打。我不在的时候呢，就是往上冲。太累人了。踢上去吧，啥也不干，死了。